原本家住大埔比华利山嘅陈豪，点解呢排成日街坊碌喺浅水湾出现嘅呢？知唔系就为咗啲仔女嘅前途咯？生产力极强嘅陈豪陈恩薇，婚后三年抱三，一家五口原本住喺大埔嘅比华利山别墅。眨下眼，啲仔女就开始大啦，系时候就梗系谂下升学问题啦。大仔 Aden 就快五岁啦，陈豪就帮佢拣咗半山一间比较冷门嘅国际幼稚园，由大埔去半山，来回车程闲闲地两粒钟噃。阿仔朝朝翻学都呆呆滞滞，未瞓醒咁嘅样，长期落去都唔系办法。为咗啲仔女，陈豪一家五口前排秘密搬斗，由大埔 upgrade 到南湾，同影后张曼玉、舒淇做邻居。至于旧屋比华利山，居民佢 hold 住间经屋冇放租，一边供紧楼，一边又租屋。新屋月租70,000，对于一个人养起成头家嘅陈豪嚟讲，都咪话唔吃力噶。搬新屋就加多湿碎嘢要搞啦。呢日 Amy 凑住大仔去行家私铺，搬屋一阔三大。Amy 专攻特价区执平货，锡住老公荷包。阿妈就专心拣嘢，阿仔就搞搞震冇时停啊。行完家私铺 ，Amy 再去埋日本城格格。呢位陈师奶真系唔话得啦。买完嘢 ，Amy 做司机车住阿仔翻去南湾新屋。除咗赚钱养家，一放假，陈豪就归位做住家男帮手凑仔。呢日又见到佢揸车出发去凑仔放学啦。平时陈豪仲会做埋老婆嗰份去超市买餸，24孝老公真系非佢莫属啦。